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小丸子成为自行车老师。今天真是打扰了。没关系，孩子们高兴就好。不好意思。在爸爸和妈妈外出这段时间里，你们两个可要乖乖听话哟。好的。中午好啊。小丸子，中午好啊。小丸子。小丸子，我们又来玩了。我又没有要你来。中午好啊。哦。欢迎光临。姐姐，姐姐，一起玩吧。哎呀，抱歉啊，我现在有事要外出哦。散了，红明，这也没办法呀。小丸子，天气这么好，不如你带明美他们去公园玩怎么样？哎，让我去吗？好的。小丸子，你去骑吧。哎，他怎么了？红明他呀，还不会骑自行车呢。哎，快呀快呀，加油，还差一点啊！要是摔倒被朋友看到的话，会很难堪，所以他也没有练习。哦，猪太郎还有父子。是英同学啊，不，小丸子姐姐，中午好，不，啊，这位是我的表妹明美，那边的是表弟，他叫红明。这两位是我同班的猪太郎和父子。中午好，中午好，不。对了，父子和明美一样，都是一年级的学生哦，请多指教，请多指教，不。红明也请你多指教，不。我要开始陪父子练习骑自行车了呢，不。诶，虽然这辆是哥哥的自行车，但学会之后我想买辆粉红色的自行车呢，不。粉红色的自行车很可爱呢，父子你可要加油啊。开始了，不。好的，不。真是，大家都起得那么好，不会急的，只有父子我，好可怕呀，不，没什么可怕的，不，老是说这种话就永远都学不会了，不，一定是。
是会害怕的吧？红明，不会骑自行车的不只有父子哦，红明也还不会骑呢。闭嘴，小丸子！但是这是事实嘛？真的吗，布？真是烦死了。那我们一起练习吧，布。我去借脚踏车，布。我们交换练习吧，布。红明，我去给你借吧。不用了。红明，让我来教你骑自行车吧。小丸子教我。你不要吗？你试着练习一下嘛，努力的话，也许就能学会哟。红明，有同伴在的话，兔子也会加油的呗。红明，你就来吧，布。真没办法，那就练习吧。太好了，布，就要这样做。开始吧。不错不错，那么我要放手喽。别放手啊，小丸子，别放手啊。你放手的话我就要生气了。可是这样就不能练习了呀。丁同学为什么不放手呢？本如果放手的话，红明会生气的。应姐姐真是辛苦呢，不？怎么样？我是不是有点会急了呢？这怎么可能嘛！我不放手的话，你是学不会的。因为我不想摔倒，所以没办法呀。你摔倒就能骑好的？不要，你想办法让我不摔倒也能学会吧。小丸子依旧说不过他。这样的话，红明要再来一次了，不能放手哦。我知道了，要开始喽，保证不放手哦。好好。我也不忍心放手让你摔痛的，可是为了可爱的表弟学会骑车，只好下狠心给你做特训喽。哼，红明，我那时候练习也摔倒过很多次呢。要开始了，就算放手也要继续向前哦。放手的时候要告诉我。我知道了，开始。我要放手了。就这么骑下去吧，冲啊！好疼啊！没事吧，布？好疼哦！你受伤了吗，布？好了，你似乎学会了一点了，不？好厉害呀，不？谢谢你了，一起加油啊，不？不好好骑是不行的，不？我知道了，不？可是不？父子真是。轮到红明了吧？你可要好好加油啊，振作点儿。算了，我不练了。红明，你怎么了？摔下来蹭破皮会很疼的。父子，你不要在意红明，自己好好练习吧。父子，练习吧。父子也有点累了吧。兔子，小丸子，我肚子饿了。这么说来也快中午了。那么吃完午饭后再来练习吧，布。红明也要来呀，布。一定要来。
是学骑自行车吗？我是负责教他骑自行车的老师啊。哦，好疼啊！呦呦，抱歉啊。如果是学骑自行车的话，我觉得还是穿长裤比较好哦。说的是啊，要不我去拿小丸子的旧长裤吧。我才不要穿小丸子的衣服呢，而且我也不想再练习了。哦呦，为什么呢？就算摔倒了被人嘲笑也不用在意，不用在意的嘛。不是的，摔下来蹭破皮很疼的，都怪小丸子教的方法不好。可是你比以前骑得好了呀。就是啊，你呀只要再努力一点练习就一定能学会的。小丸子是大骗子，你不是说过一定会学会的吗？想不到你这么没有毅力啊。哼，不会骑自行车也没关系。是吗？那么就算了。哼。小丸子，红明，你不是和父子约好要一起练习的吗？吵死了。嗯，好，那我不理你了。后半部分继续。尽管如此，还是红明的错啦。算了算了，红明他太任性了。明美，你是说练习骑自行车吧？为了让丸子学会骑自行车，真费了我不少心思啊。好了，别说我的事了。哈哈哈。小丸子和红明一样呢。对了，我曾经听别人说过一个能在短期内快速学会骑自行车的方法。你很努力呢，但是还是不会骑。放心吧，没关系。啊，真的不用着急的哟。没事的，不久一定能够学会的。真的吗？是的。小丸子，嗯，红明，那套衣服，红明，我们去练习骑自行车吧。猪太郎他们好慢呢。嗯，他们到底怎么了嘛？父子会不会是觉得累了呢？走吧。哎。啊，我们去接他们。嗯。啊，鹰同学呗。猪太郎，去不去练习啊？那个，父子他说他今天不想练了呗。哎，刚才回来的时候呗。我们是练习着骑自行车回来的呗。你还不会骑自行车吗？我都可以单手骑车了。走吧。哦，走吧走吧。父子再试一次呗。这样啊，他一回来就垂头丧气的呗。但是自行车可以借给你们呗。哎，没关系吗？可是父子呢？没办法呀呗。那么我们走吧。那么我就把车借走了。哦，嗯，
我会比你先学会骑自行车的。红明，父子，我们等你哦。哦，干嘛？不是说好了要一起练习骑自行车的吗？你不是说过一起努力的吗？红明，你这是……这个办法可是爷爷教我的哦。他说不要踩踏板，用双脚蹬地就可以了。嗯，是这样吗？是呀，是呀。这样真的可以学会骑自行车吗？爷爷说，掌握好平衡是关键。我们来比比看，谁先学会骑自行车吧。嗯，不要踏脚踏板，用双脚蹬地前行哦。是这样吗？嗯，要掌握好平衡。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吧。Thank you.
棒啊，红明，干得不错呀。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红明，谢谢你了，布。没什么。给你们添麻烦了。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小丸子老师，谢谢你教会他骑车了。小丸子是老师？没错，他是一位出色的老师，是喜欢发怒的老师。你这话就多余啦。回去注意安全哦。再会。小丸子，小丸子作为自行车老师虽然很辛苦，但是听到红明的一声谢谢，辛苦劳累都烟消云散了。啊，草莓真的太好吃了，可以敞开肚皮吃，虽然也想放入郊游的便当里，但是不太可能吧，和妈妈吵架了，也许她不会再给我做便当了吧。下一集《淘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无论如何都想吃草莓和郊游的便当，敬请期待哟。